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姊妹，大家高赞平安。现在我请您站立，您是不是非常的期待，非常的感恩，要来到上帝的殿中，要来敬拜俄罗伊呢？阿们。所以今天早起，我邀请您，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要来俄罗伊称赞伊、敬拜伊。来，咱做阵的来哦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伊是咱的主，伊是咱的王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
地地。阿门。阿门。是啊，天父啊，我只能来到你面前，我的要求，我的有准。要对神讲，但是我们知影，主啊，不管我们的路途是怎样的歹行，我永远相信你，你的双手无离开，你永远甲阮三脚伫伫，你的手会牵阮行，因为知影，你了解阮，你牵带阮，我只要全心、一心一意的、单单的。最近的用牙刷来唱，
感谢你主，我知影我的未来，你会为我来安排。你的安排是上佳好的，是来得拄拄好的，无早无晚，就是迄个时阵。因为我知影爸啊，天爸啊，你的心意永远未改变。你要小说我呢，是丰盛甲平安。但我要将我的敬物，将所有一切全然来交托。阿门，兄弟姊妹，来，咱肯定的、宣告的，咱来唱，咱来提别来听。
罪的恩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领受，领受，哈利路亚。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的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哇，非常的，真的，圣灵跟咱同在，圣灵跟咱每一个人同在，阿门。来，第二阿弥坐落去以前，甲身躯边人讲，上帝特别特别爱你，上帝特别特别的疼你，来，莫客气。跟伊讲，对心内跟伊讲，上帝特别的疼，要好特别的你，阿门。阿门。这时阵，咱们邀请赵台湾，咱们来举行今仔日早起的奉献。来，咱三甲的阿头的来祈祷。哦，亲爱的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时阵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回报你对我们的疼。是啊，你讲，我们的金钱放在哪位，我们的心也是在哪位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金钱处处放在你的天顶，因为放在地上有虫子来咬。有贼仔来偷，阮将要只要将阮所爱的金钱，处处放在你的天顶，叫你来祝福这金钱，
看到你家己的角度，吃多更加多人的祝福。我们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啊，亲爱的姊妹，咱拢知影讲，咱奉献的方式，吼，咱除了在现场用现金以外，那是你在厝内，你当用电脑，你当开支票，你还当用电脑来转销，吼，非常的简单。因为过去自从这个疫情到当今已经有三年啊，咱大家拢教教教教啊，拢会晓用电脑，拢会晓用现代的科技哈，呀，感谢愿上帝，伊家己亲自的加倍的来祝福你，来祝福你，因为伊知影你的心意，伊知影你的心意，上帝伊拢知，阿门。来，这时阵，我为恁来做小小的报告。咱拢知影讲，初心成长栽培的课程，已经开始啊。这时间是放伫咧中午十二点到下晡时一点半，也就是今仔日。所以小等咧，咱聚会若是结束了后，你小小休困者，然后十二点咧当到家。这二楼吼办公室迄头有一个小小的课室，咧当来到来上课。关于这讲初信，初信就是讲你独家讲相信耶稣，但是对耶稣吼，你讲我真渴慕，我要了解搁较侪啊。咱甲耶稣是建立什么个关系？耶稣为咱做什么？吼啊，为什么哇？你再讲圣经内面哦，真侪个答案，上帝个话语嘛，真正侪，伊是信实个，伊是充满慈爱个。吼，伊是怎样创造宇宙万物的？这一切对咱初信的这基督徒非常的重要。吼，所以若会当的，你会当来参加这个课程，然后也非常的好。啊，咱若是结束了后，十一点吼，你嘛会当搁在伫咧课室二楼吼，十一点到十一四十五分，就是十一点到为止。创啥呢？就是要查经班，查圣经。圣经，咱都爱了解上帝的话语，所以那是会当的，真的。你渴慕上帝的话语，你要讲上帝要问你讲什么，你一定爱来参加这个查经班。然后啊，咱每一个礼拜四拢有这个祈祷会，这祈祷会拢是伫咧电话内面，你就是伫咧踮伫咧厝内吼，用 Zoom 啦吼。咱即马拢会晓讲用 Zoom 啦吼，古早讲 Zoom 是啥物吼，啊如果 Zoom 来个 Zoom 去吼，啊不按照签着签吼，即马吼，大家足牛的拢会晓啊，所以那是你会当的，你会当来参加这个祈祷会。好啦，我的报告就是到这。哇哦，现在吼，咱就是要来听上帝的话语，咱要将时间交予咱的曾宝莲曾牧师。感谢主，过一摆来个上帝殿中来学习上帝话语，咱也欢迎迄个伫这个山，网络迄道看咱的聚会，咱也欢迎所有听今日上帝的话语的人。当阿妹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将这段时间交予咱的慈悲的上帝。主彼的上帝，我们满心的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求主用你家己的话语来造就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啊，来稳固你家己的思路，啊，稳固伫我们这帮三位弟兄姊妹，
拍开异人的心灵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通会使扎根伫异人的心内边，和异人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，愈来愈爱耶稣基督。求主将这段时间完全的洁净，所有无属于基督的灵的，和耶稣基督的名，将伊除开。让求主你的圣灵在咱当中大大运行，来祝福造就每一个弟兄姊妹。让安尼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今日咱的题目是啥物？想是你的王，想是你的王，想是你的王，家己，家己是无？想是你的王，英国的王是你的王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你的王，什么是你的王？想是你的王，弟兄姊妹。我人逐摆讲，主耶稣基督，伊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咱的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真侪摆呢，逐个人呢吼，是家己做王，对不？啊，上帝加吩咐咱做物件，有咱有做无？有，但是无做啦，对不？因为王吩咐你的物件，你逐条爱做的，对不？其实王讲，你都爱做，你都爱做，你无做呢？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将你的头给你安怎挂上，对不对？其实上帝跟咱讲，伊是咱的王的时阵，那是我们真的将上帝放在我们的心内边做王的时阵吼，咱在听上帝话语，对不对？感谢上帝。所以今日咱来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讲什么？伊讲。我唔爱读啦吼，我讲就好了吼。你能顿河慢慢来读。这段经文在这《史书记》里面讲到，伊讲有真啊侪树丛啊，迄个树丛联合起来，伊人爱怎联合起来？伊人爱放一个一丛树来做一个王。结果呢？结果什么代志？结果这个加拿树无花。果树、葡萄树拢无答应，伊讲卖，拢卖做，因为因人阁有家己的本分，都爱尽伊家己本分。今日那是有人封你做王，你爱卖做，爱卖，爱难都卖。你做王好咧，因为你做王，你会使吩咐人做啥物物件。你讲，你都爱做，袂使卖做。我就算是王，我叫你做，你都爱做，对无？有人封你做王，爱卖。爱啦，按照买，给结果买，对不？但是这树这真侪树讲买，我拢买做，按照呢？伊讲要家己的本分来做，要家己的物件来做，因为呢，伊能知影伊能生命中哈、有啥物物件伊能来做的。所以我能看到这个树长呢，真的侪树，当头先我讲了，橄榄树，哈。阁有无花果树，阁有啥物葡萄树，拢讲卖。但是最后一丛呢，伊人去找的时阵呢，这丛就爱讲爱，我爱做。这是啥物？欺骗，啊？欺骗，咱华语叫做金翅，哈、啊。这丛呢，因为真侪刺的，你知道真侪刺的，啊，伊讲伊爱，安怎呢？因为吼，这个最后一。这棵树的时阵，
会出现伫倒落咧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八节。当这个亚当伊犯罪时阵哦，这个慈悲，卡来开始，因为这个是代表什么？罪恶，代表罪恶，所以咧，伊该出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当这个酋长啊，隆重讲伊卖做王的时阵，那是咱真的卖做王，咱家己不卖做王，咱让主耶稣做咱的王的时阵，可以掌管阮人。刚刚头先阮人讲，阮人的未来是啥物？伊的安排，阿门，对无？所以刚刚讲啥物？当咱将耶稣基督放伫咱心内边做王的时阵呢，伊会掌管人，伊会安排人，伊会支配人。所以当伊支配人的时阵呢，伫咱的言语、举动内边，咱的心思意念拢总都爱互上帝来安怎引带人，吼、哦，引带人。所以呢，我能看到为什么这个酋长呢，拢卖做呢？为什么卖做？那是咱和主做咱的王的时阵，咱就会使安怎？达立在咱的生命中呢，会使荣耀主。这头先我讲这个经节真长吼，到十三节、十四节，到十五节，吼，你能等去看？咱来看头一项。弟兄姊妹，咱啊，那是将耶稣基督做咱家己的王的时阵，做咱每一个人的王的时阵，咱都爱跟啊这个橄榄树呢。这个橄榄树呢，因为伊安怎讲呢？伊爱做，伊讲伊爱尽伊本分做甚物呢？我能今日所有的基督徒，在咱的生命内面，咱的本分都爱做甚物？咱都爱做做应承益人的人啊。所以，我们呢，每个人哦，今日每个人的性命，爱买荣耀主的名，爱买。我们每个人都爱荣耀主的名，所以我们哦，那是和耶稣基督做人的王。今日我们看到这个橄榄树，橄榄树安怎伊买做王呢？伊在咧回答讲，因为第九节、第九章、第九节，叔叔记迄道讲，伊讲我记。那我的妈那会肯和这个服侍上帝哦，就是供奉神甲尊重人的油咧，飘摇伫这个正树之上。伊个意思是讲，我橄榄树，我爱做一项物件咧，就是爱安怎咧来供奉上帝，来服侍上帝。我是爱来服侍上帝，我唔是爱伫这个树丛内边飘来飘去，予人看。你明白无？所以橄榄树讲，你爱帮我做王，我卖，因为我安怎咧？我爱做一项物件，就是爱安怎去服侍上帝，然后咧爱尊重人，哈、啊，尊重人，安怎都爱尊重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个橄榄树真的重要，因为橄榄树，橄榄会使做什么物件？橄榄会使做什么？橄榄会使食无？橄榄会使食吼，橄榄果会使做啥物？油掉了，真强，大家真强吼。你知唔知一项物件啊？橄榄好食无？好食无？橄榄好食，真实的橄榄可口的，袂啥物好食嘞，对无？所以我看到这个橄榄树，伊会使头一项物件，伊会使做油，因为这个橄榄树伊做了油做啥物呢？伊个油爱来做啥物？有人即阵哦，真侪人食啥物？橄榄油对唔对？安怎食橄榄油？安怎卖食花生油、土豆油啊？安怎卖食？因为你感觉着啥物？橄榄油较健康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安怎？有人有时啊，你有想到无？在圣经内面，按怎伊讲橄榄树，按怎讲橄榄油呢？因为伫以色列的时阵吼，这个橄榄树真的普遍真多。那伫新加坡你看到橄榄树无？无啦，是无。所以咧，圣经啊，因为因人伫以色列，所以就讲你讲橄榄树。所以橄榄树按怎去供奉上帝咧？按怎去
去讲给上帝咧。你看到这橄榄油，安怎去做这个上帝服侍上帝咧？因为伫旧约的时阵哦，伫旧约圣殿内边咧，有这个金台灯，伊个灯啊是金做的，你知无？所以咧，伊就爱放什么？放油落去，伊个火才会使烧。你明白无？你顶拜哈，有个人拜偶像的人吼，顶拜拜偶像的人吼，伊人拜安怎？放油落去点灯烧，点油灯烧唔得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油的作法咧，就是爱让人，让这个火咧通卷起来。你若无油哦，伊袂使卷，对无？所以就爱放油落去。所以在黑暗内边，弟兄姊妹。光啊，伫倒落时阵啊，你看到这光真真的发光呢，就是伫暗的时阵，当无火的时阵，当你的房间没事吼，你的火无开的时阵吼，你开一点火尔，你用一个黑白吼，黑白的去黑白，即阵无人用黑白了，顶摆逐摆阮人用黑白对无？你用黑白啊，安尼擦一下吼。一点火啊，就真光了。因为安怎，伫黑暗的时阵吼，光发了，更加光。所以咧，伊即阵，干那就讲，我爱服侍上帝，我爱做出个油来服侍上帝。今日天下之辈，咱每一个人就是上帝的今日，咱逐个人拢爱什么？服侍上帝，对唔对？有人爱服侍上帝，有人本是爱将这个光发出去。上帝将上帝更发出去，让人看到上帝更。今日我们有好的见证，就是为主发光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那是真的有好的见证，咱的生命有改变，就是为主发光了。你知唔知？所以你看到这个光啊，真的重要。你知无？因为伫这个无帮我袂去帮伊个。Sorry 啊，别去帮伊个经节。经节伫约翰一书第十九章十五节讲，伊讲凡认耶稣为神上帝的子的，神就徛帮伊内边，伊就徛帮上帝内边。你知无？当上帝徛帮咱内边，咱徛帮上帝内边，咱才会使发着迄光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啥物？伊想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光。你知无？月亮啊！加迄个星啊，伫天顶个星，拢总无光个，你知无？伊人是照着啥物个光？照着日头个光，你知无？因为日头个光照，所以阮人看到，哇，今日十五吼，哇，月亮真光真水哦，是不是？伊个光是因为迄个日头个光，所以人本身无光。弟兄姊妹，你甲我本身是无迄个光个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个光。在咱生命内边，咱才会使反出上帝的光。所以人看到咱的好见证的时阵呢，人会安怎将荣耀归向上帝？今日咱就爱反射着上帝的光，在咱的生命，让人看得到。你知无？弟兄姊妹，在咱的生活内边，要安怎去反出上帝的光呢？上帝有慈爱，头先阮人唱迄个诗歌，上帝有慈爱，伊有慈爱，爱阮人逐个人，伊有怜爱，爱阮人逐个人，伊有怜悯。上帝怜悯阮人逐个人，你有怜悯人无？今日你有怜悯人无？你看到迄个人伤害的人，你看到迄个人真惨的人，咱有去怜悯伊无？咱有无？啊，你看到无？所以咱也是伸手出来。人去帮助一个人的时阵哦，人则看到上帝的光在咱内边。基督徒，你知无？即句话，基督徒，逐摆哈，话什么代志发生，你也做错物件哦，人就讲，这个是基督徒咧。你帮帮人讲哦，你帮帮听到人讲，若是迄个人哦，做唔对代志，伊讲，这个是佛教徒咧，有无？这佛教徒咧，有无？无。第一个讲什么？这个是基督徒。安怎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世界的光，全世界人其实全世界的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光，所以大家人看到我们基督徒，
因为有人有上帝迄个光，所以若是你的光呢，愈来愈暗的时阵，人就会讲，哇，这是基督徒，哇，你看一个人做代志是基督徒，天啊，是袂，所以阮人就爱怎样去发出上帝的光呢？就是咱有好的见证，咱有上帝的慈爱，咱有上帝的温柔，咱有上帝的怜悯，咱有上帝的喜乐。咱就爱有上帝赐予人的平安，你知无？那你知无？人甲你做阵啊，人会感觉真好。的时阵哦，人感觉平安。人看到你的时阵，人惊怕的时阵，都无迄平安了，你知无？哦，所以我们就爱翻出上帝的光，就是第一步。咱望主的大光吼，光照人，好咱发出上帝的光。在咱的生命内边，咱看到这个橄榄油，第二点做什么？尊重人。咱知影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到三十六节讲什么物件？咱知影吼，真正侪人会晓这个故事了。伊讲有一个人伫这个什么亚罗撒冷落去这个亚利哥的时阵，伊予人拍枪，对不？好人拍手咧，我搁拍手了，搁袂要紧哦，佮伊拍甲半死咧，拍甲半死吼，安尼甲放去兜，然后咧先忙行过，这是行过，到尾咧搁想行过，利比人行过，伊讲三十吼，真重要，伊讲唯一，无如一个尔，伊意思讲一个尔，是啥？撒玛利亚人。走过的时阵，看到伊咧，动了什么？慈悲的心，哈、啊！伊看到这个人，伊想去将迄油刀甲手刀放伊的伤口迄刀，啊，给伊安怎？给包起来，然后咧将伊放伫伊坐迄只马迄刀，然后带伊去酒店。天啊，姊妹，伫即刀，伊。安怎这撒玛利亚人哦，伊会看到一个人诶，伊会起了这慈悲的心，因为伊尊重人。伊看到这个人呢是人呢，我咱看到这是人来，咱尊重伊。弟兄姊妹，那是迄撒玛利亚人哦，是安怎？撒玛利亚人会使讲，这是犹太人呢？犹太人跟伊人袂甘诶，犹太人看人袂起诶，犹太人啊，唔爱跟伊人来往，你知唔知？所以伊会使讲。犹太人来的，伊就无输教阮人，阮人我安怎去救伊？但是伊有这个慈悲的心，因为看到人是人，今日咱看到人是人，你知无？有的人看人哦，敢那唔是人呢？你知无？对无？看到气质，你看到迄个外国来的吼，乌杂杂的啊，吼啊，迄个啊，房间底啥乌乌的，有的人安怎坐隔壁坐车？唔爱坐隔壁，坐 MRT 本唔爱坐隔壁，安怎呢？伊唔是人啊！伊是啥物？鬼啊！所以吼，你知无？广东人吼就叫做隔邻怪啊，叫人鬼，你知无？所以你看，无尊重人，人才会叫人鬼。其实，大家我让人大家皆是人来的，所以尊重人，伊安怎尊重人？伊将迄油抹放伊的伤口内边。伊迄油呐，你沾杯油，那是你脚疼，你抹油抹了，你会好无？有时抹了会好啦吼，有诶油呐，你抹了会好，是无？所以油咧诶功用是虾米？伊会互人吼得到这滋润呢，互你得到虾米？袂疼，互你暂时一款好哈。亲弟兄姊妹，即个甲人讲虾米？咱爱成为即个橄榄油，咱爱尊重人的时阵，唔单止伫咱的举动内面，咱所行的，咱所做的，唔单止是这方面呀。所以，我咱有时讲话本事都爱，敢那油安尼滋润人，人听了哦，哇，真好舒服。安怎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个开嘴吼，哇，你个整个开嘴敢那夹到纸安尼，真疼嘞，夹到纸嘞。你会明白未？夹到你的字，哈？安怎夹到字呢？你讲话哦，一句话伤到人的心啊，人都不爱听了，你知无？所以呢，你知无？这油的功用真啊重要，就是咱爱滋润人，
所以咱来看到人哦，咱都要尊重人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无论有人拄到什么人，咱都要尊重伊是人来的，你知无？所以你看到这是安怎伊讲到这是安怎伊特别是这个教导内边吼，上帝话语内边讲到这是，这是是谁？这是服侍主的人呢？利未人是啥物？是唱诗歌的呢？今日讲道的。唱诗歌的是讲到有人呢，都对唔对？所以是讲有人有尊重人无？你讲我尊重上帝，我爱上帝，我服侍上帝。你尊重上帝，我爱上帝，我服侍上帝。但是你也无尊重人，上帝讲什么？伊讲你的弟兄姊，你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会到的哦，你恨伊，你看袂到的上帝，你讲你爱，上帝讲假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咱都爱做橄榄油的呢。咱看到人的时阵，咱尊重伊，咱都爱安怎帮助伊。咱看卖管伊是甚物人，你知无？外国来的人哦，国家有人就爱感谢的人，对无？你看到去孟加拉做的工课，新加坡人无爱做，因人来到做咧。热真正热，你看即阵有时日头哦真热，伊人伫迄搭买车咯，做迄个工课。新加坡人逐个卖做，伊人来做，所以有人都爱尊重伊人，你知无？吼，有人都爱尊重伊，对伊人好。当你对伊人好的时阵，伊人真好个咧。你若对伊人好哦，伊人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你看到有时哦，坐地铁哦，伊人起来好难坐咧。哈，新加坡人阁卖起来，互你坐，吼，对唔对？所以尊重因人，也要尊重人，人无爱尊重人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人都爱将家己来奉神，人服侍神，人个爱尊重人。吼，人尊重人，咱的心无论对什么人，那是人爱每一个人，人都有这个仁爱。这仁爱就是上帝赐予人的。我看这经节我放无，真侪经节无放。因为有时无爱放安尼做经节，看了等于大家袂明白。来，咱来看第二点。第二点，咱来看这个无花果树安怎讲？伊讲我咧，伊讲我马来会使安尼先，马来会使徛板刀结甜麦真只水个甜的果子，伫树顶一刀飞来飞去。伊讲就是讲。这丛树，伊结了真了水的果子，伊唔爱吊放迄树丛迄头，互人看呢。伊爱做啥物？伊爱人用伊个果子，伊爱将这果子献出来，将伊个性命献出来。你知无？一丛树的果子是代表伊个性命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讲啥物？看到你个果子，就知影你果子。表现你的性命，这无好过。伊讲我哦，无好过来。伊讲我哦，唔爱吊放迄树丛，我唔爱做王，我爱安怎呢？我爱奉献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咱做基督徒，阿咩奉献？咱奉献咱家己啊，服侍主就是奉献咱家己了。好，无论咱伫倒一方面，咱祈祷，咱伫出来为甚物人祈祷，咱本是叫做奉献了。弟兄姊妹。无花果吼，这个无花果吼，树吼甲救恩吼，真啊密切的关系。安怎我讲安尼呢？因为伫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讲什么？伊讲伊人两个人目睭开了、明了，知影家己是安怎，无穿衫裤啊，赤身裸体，伊用盾夹什么？无花果树的叶吼来做捆。坐滚来安怎加砍家己？弟兄姊妹，咱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叶，安怎用伊的叶呢？因为伊叶真大，真大地喔，哦，啊是你用白米的叶吼，食袂着，所以就爱用安尼的叶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咱也是做错什么物件？咱家己爱加砍袂来的，对不对？到尾安怎？上帝安怎做？到尾上帝咧用迄个什么？迄动物的皮来加盖伊人，吼、哦！动物，迄动物安怎咧？在太医，太医就是有灰了。
有肥料，当这个老肥料，才会使来加砍人的罪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咱知影伫旧约，当你犯罪的时阵，伊人就安怎砍一只牛，砍一只牛，来到殿中交予祭司，祭司将伊查看卖有好无，有完全无，有白卡无，有青眉无啊！咱再来献予上帝对无？伊人就爱抬了，将伊的血撒放伊的殿中。弟兄姊妹，迄个是代表什么？伫古约时阵，只不过是代表耶稣基督爱来的时阵，死放十字架顶，伊流的宝血洗净咱的罪。所以咱有罪的时阵，咱真看袂着，咱就爱亲像这无花果树吼，伊的叶吼，甲咱讲到这救救恩的代志，讲到伊人犯罪的时阵，上帝安怎来加看伊人的罪？上帝是用血来洗净咱的罪。你知无？当伊爱抬一只羊还是牛吼，会皮来吃伊人，迄只牛、迄只羊都爱流血，对无？就是性命。所以咱讲到救恩的时阵呢，上帝爱搁一摆提醒咱，弟兄姊妹，咱有啥物建设代志，咱用啥物物件，遮根本袂用，无用个。咱都爱安怎呢？都爱予上帝来赦免咱，予上帝搁一摆啊，用伊个宝血来洗净咱。所以今日，阮人都爱会记这个物，这个救恩的代志。然后呢，讲到这个无花果的时阵吼，你知无？伫这里这张约翰福音第一章45-50节，伊讲腓力这个人吼，找到伊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拿但业，对伊讲，伊讲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是啥物？从先知所记的迄一位，伊讲我拄到伊了。伊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，所以这个拿但业听到了，伊就讲：哎呀，拿撒勒耶稣，哎呀，会使出什么物件嘞？腓力讲：你来看，今日弟兄姊妹，今日你甲我传福音的时阵，有人甲人讲：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真侪人讲：哎呀，耶稣听到了啦。啊，圣诞节毋是逐摆有咯，看到了对无？迄阿公有无？啊，我看了，我知影，我听到耶稣，有啦，真侪人安尼。耶稣出啥物？有啥物物件？弟兄姊妹，你都爱干哪费力办呐？带伊来看，来倒落看，来教会，来看，来甲教会时阵，当伊人听到上帝话语时阵，伊人个目睭，伊人个熟练目睭，佮会使看到上帝。你带带来看，所以有人逐摆传福音，迄个人讲，听听了，再讲顶摆我甲我老爸传福音，我叫伊来，我叫伊来听，伊讲免，你好，你的圣经给我，我家己读就使了。我老爸办理嘛，伊讲你圣经给我，我家己读就使了。其实我讲无，你来看，带来教会看，看什么？看到上帝的同在。看到弟兄姊妹的爱，所以这拿但业吼，当耶稣看到伊的时阵，耶稣安怎记掉伊讲，看啦，这个真的以色列人，伊心内无诡诈。拿但业对耶稣讲，你伫倒落，伫倒落，怎样话？耶稣回答，伊讲腓力啊，你个阿妹，腓力个阿妹招呼你的时阵，你伫无花果树底。我就看到你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无？伊来加大来加地时阵，耶稣讲：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你心内边无诡诈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今日上帝叫咱逐个人来到，伊好咱的心开起来，将咱家己有诶物件带带来收。打开予上帝看，你知咪？耶稣看到伊的时阵，49节安怎讲？伊讲拿但业，伊讲拿比啊，你是上帝囝，以色列嘅王。耶稣对伊讲，因为我讲无花果树底看到你，你就信了。安怎伊看到伊就信了呢？安怎呢？
因为这个拿单一当时啊，伊讲哎呀，耶稣，耶稣什么？耶稣什么？但是耶稣看到伊的时阵，耶稣接纳伊，你就耶稣讲，伊是个真以色列人。耶稣无看伊未起咧，耶稣接纳伊入来，耶稣欢喜，耶稣迎接伊入来。所以因为伊迎接的时阵，耶稣感动着伊的心，所以伊的心感动着什么？伊才会叫拉比。伊讲：哎呀，你是上帝的子，安怎呢？因为伊的心打开了，因为耶稣接纳伊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人传福音，都爱传天，传你亲戚朋友，安怎样本都爱想办法传人来到咯，来教会。因为来教会，当伊人听到的时阵，伊人的心才会打开。当伊人听到耶稣安怎接纳所谓罪人的时阵，这个、世界上帝爱罪人，对不对？唔爱罪。爱罪人对无，所以上帝叫人安怎带去有罪人。今日阮人坐棒子刀弄撞，咱就是因为咱顶摆是罪人，所以咱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感谢主。所以咱怎呢？咱传人来，传人来看。所以咱来到地的时阵，耶稣讲：因为我伫无花果树看到你的时阵，伊坐棒刀看到你的时阵，伊讲我看到你的时阵安怎呢？你就相信，因为一看到的时阵，伊较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看到伊，伊知影耶稣无看起伊，伊知影耶稣看到逐个人，看到一接受逐个人。耶稣今日其实耶稣看到阮人逐个厝内的人，咱厝内偌歹的弟兄姊妹，有诶阮人家己袂甲，卖家己讲话啊，是甚物物件啊？阮人。知影耶稣看到伊人，耶稣看到伊人，传人来，传人来，让耶稣接纳伊，让伊的心打开，让伊来相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上帝爱阮人，传人来做这个无花果树安尼。伊讲我唔爱做这果子，掉放去倒人看。伊爱安怎呢？伊讲伊爱来服侍主，就是让人知影这个救恩的。重要，救恩真重要，因为这个救恩，这个无花果甲救恩亲了密切的关系，就是提醒人，今日弟兄姊妹，救恩真正重要。伫你厝内人，伫你隔壁厝边，伫你亲戚朋友，伫迄个阿未信主的人，今日你看到这个世界真乱，这个、世界真侪代志发生，对无？啊，愈来愈侪这病痛，愈来愈侪，愈来愈。愈惊，真侪人真惊，哈！弟兄姊妹，真侪人真惊，就所以爱带人来，互人唔免惊吓，有主耶稣甲咱同在，咱唔免惊吓。阿门。有人吼，大家袂惊，咱袂惊，安怎呢？因为阮人有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人会惊，因为因人无上帝甲同在，所以阮人就安怎带人来，互人认捌耶稣，好不？感谢主。来，咱来看这个葡萄树，葡萄树好食无？葡萄好食无？好食哦，甜就好食啦，酸就无好食啦吼。酸就无好食啦吼。葡萄树讲什么？伊讲使我神，伊讲葡萄树回答我：我马来会使将停止，和神甲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到这个正。树顶，因为葡萄会使做酒，葡萄酒不得啉哦。你哪会甚物的人也要做葡萄酒？哇，真强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妈妈真强做葡萄酒。顶摆我妈妈真强做葡萄酒的，我做葡萄酒真好食，唔是我唔捌食，我出来人捌食。因为阵我无食自己。葡萄酒吼，会使使人喜乐。什么啊？第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耶稣头一个神迹是啥物？神迹是啥物？将酒将水变成酒，对无？你看，当时耶稣基督去参加这个啥物宴会啊，饮酒啊，我们逐摆叫新加坡人吼。今日你爱去倒落，今暝我爱去啉酒，有啉无？真的有啉酒无？
无啉酒，本是讲我爱去啉酒，是无？咱无讲咱我今日去宴会无？所以啉酒，因为伫旧约的时阵，伫耶稣基督的时代吼，迄个人伊人真正欢喜的时阵，伊人就爱啉酒，吼，伊人啉酒，顶摆伊人无博醉啦，无博醉，你知无？啊，无博醉，博醉是啥物？你知无？啥物叫博醉？啊，博醉会晓吼？啊，你知无？博醉就是迄个一干一干的可卡哥啦，顶摆吼，叫咱叫做博醉，对无？顶摆咱细汉时阵叫博醉，即阵叫啥物？叫汽醉，哦，顶摆叫博醉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迄个顶摆的人，伊人的时代无啦。所以你看吼，伫一个宴会内面，迄主人哦，就将酒可以去客人来食，啊，伊人会宾客拢总来食啉伊的酒，哦，大家啉到真啊欢喜，有诶啉醉，有诶是安怎哦？人出酒伊出名，纯死啉，啉到醉去倒放倒，顶摆的人是安尼。顶摆人真歹势，我还会记顶摆细汉的时阵，我老妈妈带我去的时阵，有人哇啉到倒去放倒，倒来人光去当厝，吼，对不？所以你看。在宴会里面，这酒代表什么？让人欢乐，让人真正欢喜。那是呢，忽然间呢，酒无了呢，那个主人会安怎？真歹势呢！哇，安怎来歹势呢？那个人来到地讲：“哎呦，安怎无酒了？那刚才你去食多吼，即阵食多还是啉酒吼？你去食多的时阵吼，忽然间吼，什么汽水啊，什么酒拢都计无啊？你会安怎？”哎呦，安怎无咧？安怎无起水？连起水本无啊，只滚水尔，对无？只滚水尔，今日，哇！你真无欢喜了，对无？无欢喜了，入客，大家人无欢喜了。那是迄只美女啊，讲去迄道食道的时阵，忽然间起水也无，酒也无，剩滚水，互你啉，你安怎？规个面乌去了，等除了，卖啉了，对无？所以你看到酒是带予人什么喜乐？酒放下了，让人喜乐。所以当时的一个人吼，无酒了。所以耶稣的妈妈迄阵，耶稣的妈妈什么？即玛利亚甲耶稣讲：哎，无酒了。耶稣讲：啊，无酒，无碍关系。但是到尾耶稣本是安怎？将迄水变成酒，让人继续有欢乐。就是甲咱讲，弟兄姊妹，今日咱有耶稣基督在咱的生命内边，咱无欠亏。Amen， 人无欠亏，你伫倒落一个时阵无欠亏。Amen， 因为上帝会供应予咱，吼，上帝予咱大家有喜乐，伫喜乐的时阵予咱大喜乐。Amen， 咱靠主常常都喜乐，所以按怎靠主常喜乐呢？因为你拄着问题的时阵，你会使喜乐无？拄着问题，哈，出来忽然间啊，真大个问题出来，会喜乐未？哎呀，忽然间我妈妈半边真正食力，会喜乐未？未吼，未。但是靠主常喜乐，因为耶稣基督予咱喜乐，予咱今日无论咱拄着什么环境，你甲我拢有这个喜乐，因为耶稣基督甲咱同在，伊甲咱同在。因为上帝喜乐就是予咱的力量，你知无？伊予咱力量去经过。所有的困难，头先我啷唱些诗歌，啷讲在这个艰难的时阵，上帝甲你同在，甲我同在，所以我啷唔免惊吓。最后吼是甚物？卖看一个啊，这恁啷登去看吼？这个欺骗叫做欺骗，这个是甚么来的？伊讲争吵就爱改讲，讲欺骗讲，请你来做我的王。伊安怎答？你人那是生生世世告我为王，我就你人就爱安怎投靠在我荫下，无咧我就用去烧消灭。几个什么树拿？你看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作恶，这是霸王来，这不是王的，这是霸王。你知唔知什么叫霸王？霸王是什么？真霸道，
霸王就是讲，我讲什么你做，你无做吼，袂使，把你踢出去。霸王的意思无关你，有什么理由，我爱你做，你就爱做。你明白无？这个就叫做霸王，伊是霸王来，你知无？伊是罪，是罪吼，你知无？所以你看，安怎吼的人啊，吸毒啊，有的人吸毒。伊人互一个魔鬼吼控制伊人，这魔鬼就真像这欺骗呢，控制着伊人的时阵，所以伊人吼吸毒的人吼真艰苦过，点点爱过过袂着，安怎过袂着呢？因为互这个毒控制了伊人。天啊，姊妹，有人唔爱做这款的王，咱就爱奉耶稣基督来做咱生命中的王。今日，逐个人。今日大家人坐板凳，卖家己做王，和耶稣基督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做人的王，来控制人的性命，来安怎来引传人，和人做一个安怎呢？应神益人的啦，基督徒，人会使通。你知无？这个欺骗的安怎呢？伊真啊自高自大，你知无？伊个人啊，伊个目中吼无人个，看人袂起个。伊是爱家己做霸王，啊爱做家己个物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当咱看到这几个树桩个时阵，咱都爱做啥物？将咱个性命，咱今日弟兄姊妹坐帮手个，咱祈祷上帝，你伫我个性命个旨意啥物？头先阮当唱一个诗歌，上帝个旨意伫你。的生命中是爱做什么？上帝爱你做什么物件？上帝爱你提出来，服侍你出来的人，让人看到你的见证来信耶稣，还是上帝爱你伫教会内面服侍上帝，还是烧香？所以咱伫礼拜，咱拜六也好，礼拜也好吼，咱来到教会，卖来到教会的时阵，亲像天使；等到厝内时阵，亲像魔鬼。听无？听清楚无？吼、哦，咱等个出来吼，莫话大话小，吼、哦，你话大话小，我跟你讲，看到你的见证，伊人就莫来信耶稣。所以咱就爱弟兄姊妹，咱就爱做一个好见证。咱今日听到这几个树长，伊人爱奉献，爱服侍主，爱服侍人。咱服侍人就是亲像服侍主，所以咱所做的是为主所做。所以人来看这个结果，结果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，伊讲人劳苦劳力，真是为这个，因为人的指望得在乎永生的神，伊是万人的什么？救主，大声讲，万人的什么？救主。个是甚物信徒的什么？救主，你是咪信徒？是不是你的救主？阿门。所以咱为甚物？伊讲，阮人为甚物？就是为着这个指望。甚物指望呢？就是爱将上帝福音传予所有的人，然后呢，让人大家来认白耶稣，接受耶稣，做伊人的救主。因为耶稣是人的救主，咱也希望咱厝内人接受耶稣做人的救主，咱也希望这个新加坡所有的人来接受耶稣，成为伊的救主。阿门。所以咱为着这项物件，咱都爱有一个什么？应神益人的基督徒，咱永远都要记着这点。感谢上帝。所以即阵咱阿头，看目睭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，好不？主耶稣，予咱逐个人的性命，今日听到主你的话语时阵，祝予咱逐个人通传你的福音，将万人来归向你，因为你讲你是万人的救主，咱将咱厝内人、厝边啊唔白的，拢将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予咱性命通做见证，来传的人来甲。你面头前来接受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咱的天父的慈爱，甲圣灵的感动，常甲众人同在。
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荣耀归向主，阿门。是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唔住，拄只我未记得报告一项物件，就是明年吼，明年2023年，伫个6月11号到14号，有这个教会的退休会、退休年，吼，唔是退休吼，是退休年。咱会点伫个这个石虎马路吼，就是伫个新山，所以提早甲咱讲吼，安尼你会当来这个日子吼，会上拿出来锁定来参加这个退休会，阿门。所以你即马就爱开始拍算啊吼，爱甲你囝、甲你的孙吼，甲因交代吼，讲这个日子吼是你的日子哦，你甲上帝的日子吼。阿门。OK， 咱的聚会就到这，愿上帝看顾保守你，祝福满满。阿门。Thank you.